你强之类，然后躲在屋子一样，还舔舌。你拿粉色狙击枪。粉色狙击枪是怎样啊？这颜色也太奇怪了吧！我去看左侧。这没，那右边就交给你。哇哦！亏了。Alright then. 换你看正面吧，我看右边。换手，换手。外面，招、欸、在外面。我不知道是不是打你哦。欸、我旁边有人跑步，我枪边。好，我右边枪边。丢闪。手雷。我 freeze 了，我 freeze 了，没事。他一直在墙边丢手榴弹。我看到他了。再探一次头，他就会过。门口有一只。我知道。后面没人看了，我先说，后面没人看了。后面我看不到。应该说我看了我也打不到，他还在丢。跑起来了。这是怎样跑到带手榴弹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有个重装。到底带几颗啊？我要去看后面，我要去看后面，他可能只是在拖延时间而已。你吗？他在打我。你挂吗？没有没有。你在哪？他在哪里打你？打门。他人在砸门，我知道，我在看啊。爬上去了，他踩了。左边有 SKS， 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打他还是打你？打他，打他，不会是打我。你要看后面哦，我在看闸门啊，闸门有我的。自己在跑哦。对，我往。他死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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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死了。Nice， 外面有 SKS， 我知道。SKS 打 ，Nice， 可是刚才他有跟人打架、啊，所以那边可能还有一团。我看到，我看到。你不要动，你不要动，你不要动，你退，你退。USB 车那里。一只哦，一只，他往右走了，他往右走，他往右边走了。也很难打。哦，我要装子弹哦。啊，他还在火车上，他在火车上吗？对，火车。我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下来。我看我看。他在火车上。没看到。他应该会换位置啊。为什么在一直咳？人就全都满。我要装一下子弹。他如果刚在火车上的话，他再只能往右跑啊。我在空旁边装。等一下装子弹其实不太好哎、欸。我没子弹啊，不然我。他对我开枪。应该是火车啦，或者是火车下面的系统的位置。我看不到他，完全。那可能是下面。我在努力。我从右边看看，我会不会抓到。我在这边，他就打得到我。铁轨，我看到铁轨下面。他在火车的下面。What the fuck？
哦，我看到了。对啊，三只，这样。没有观战，为什么观战呢？应该打完了，收东西喽。OK， 主要觉得这游戏挺漂亮的，不想开最低。其实最低也算是还行，那个光影的部分也都还不错啦。你不要盯着墙壁或石头看，这样看应该没事。突然，应该看不出来它最低。好烦哦！而且那个连发是什么、啊？七 M 系列？什么连发？那不是你拿的吗？连发，那七四 U 吧？没什么吸引力。宿舍有人。上里面。这什么枪啊？他在二楼。等一下，我知道这把枪，这把枪是 SA58。他在三楼顶部。四八是该打。我知道那是什么枪，我很清楚。打。怎么打？从二楼进。对，或者车，我不知道。我在天人交战，靠他。跳，我听到声音。我去架门口。不知道是 SA58 了还不打，对得起自己吗？声音很紧。出来了，不止一只哦。打死他了吗？我不确定，我可能打死了。那叫声确定是死掉了。走，还有一只。我丢的，那我丢的。你说还有一只是不是？啊。他在跑吗？还是你？我跑了一下，他有跑。里面木板上。哎、欸。我在看二楼这边门口。哎、欸，他在三楼。他死了。Boom！ 我不确定还没有。啊，我在一楼。我少一只脚，我往你那边去。死啊！你知道我刚刚 auto tap 出去，我以为我要挂了，而且我忘了。啊、还有。这场真是我想要的场啊！如果卡塔，如果我被 screen snipe 的话，不要怪我。分开推也有可能被他一直收掉，但分开推会比较好啦。我相信他们的枪不弱，如果我们站一直线的话，就会死。可能会被 collateral， 不知道怎么打。我要开二楼门，我要开二楼门。啊，你要跟我一起推哦，我以为我们要分开推，好吧？他在二楼，看到了，哈哈，他在架我这边的门，你从一楼推。他在二楼。靠橱柜这一侧，在我旁边。在过楼梯啊，有楼梯右边还是左边？我不确定，他有跑。你在哪里？我在楼梯。我在你后面。你在一楼。对，我在一楼。死了 ，nice。呼 ！Suck a bitch！ 哇！真惨。但我看起来可以了，我们真惨，bitch， 这一只吗？对，他死在楼梯口。
太爽了吧！可以啊。你在三楼吗？我在三楼下来。哦，外面还有一把 SA 五八哎。啊，我刚好缺 SA 五八。外面我刚刚收过 Force 的那个人，他有 SA 五八可以拿。不过我们一起收比较安全，啊、我们一起收。我先清二楼吧。嗯二楼有开门的都是空的。他们也没有，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死光了，因为我们刚刚在那个人团吧那些人死掉之后，我就只听到那个声音了。歪枪盲射是按什么 ？A L T 加 S 或 W。我先装个子弹。哇哦，这场！哇哦！我去把对面二楼关起来。你开了那个？嗯。你在哪？我在二楼某一间房间。是 L 型支线那边吗？靠近，但还没有进去。我这边有一只。AI 吗？玩家。AI 玩家？我不确定，看起来是玩家啦 ，player。看一下。PS 吧。AI。AI。你打吧。啊，他要走到前面去。然后这场卡塔被 AI 打死，可惜可贺，可惜可贺。散弹枪哎，我捡。没有看到半个人，要么就是已经过河嗯，要推吗？继续往前。大概吧，就老样子吧，不然还能怎么打？我也不知道，搞不好会有人突然出现，像这样子。现在就七四 M 吧。对啊，就弱弱的，但总是个击杀嘛。那个 RY Silence 就觉得那一团就觉得很高兴，什么东西都回来了。不好意思，你们的装备太烂了，我们没有办法接你们的东西啊。对耶，我不是哦，跟宿舍那团比起来，真的哦。没错、啊。我能把一手好牌打成这样，那些人真的不简单。哦，我看到一只 AI。哇，宿舍不是应该很轻松？哇，你没有看到玩家，他不是跑过来了吗？却还有 AI 还活着。没有吧？那比较偏向马路上，对吧、啊？好，让我上二楼好了。在那个前面油罐车前面的水泥墙那边有一只 AI， 把它清掉了。啊！这边还有 AI， 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哦，我腿断了吗？我被旁边的 AI 打，我没脚了。我被新区域那边的 AI 打。我在看玩家，我不帮你哦。区域那只有暂时不理他。哦，这边有一只 AI 滚下来，然后被他吓到了。不是我杀的，抱歉。路上有玩家，哪里？听起来刚才在那个吧，马路边。Didn't see shit. No. 放个子弹。你把那边。AI 又清光了吗？还在吗？新区域那边我没打，因为我没脚，我跑回来了。啊，这么早就没脚啊？吗啡又多带一点吧。两根，呵，有点少、啊。飞机哦，我死了。被谁？被谁啊 ？AI 冲上来，他贴到我脸上，我枪就他枪。还是他是 AI 玩家哦？是哦。不理智了。不是他是 AI，、欸、天哪、啊！What the fuck！ 我爆头预言成功，预言大成功。
真的假的？我被戳到眼睛，你跟我开玩笑？预言大成功！哎，眼神，我就知道会发生这种事。